这个星期基本上如果还是三四，算是 OK 正常的。三天的话，那可能就有点不正常。两天还 OK 的。只要不要超过三天，是可以的。因为你两天而已，可能你第三天如果你还排得出来，我觉得是 OK 不算是建议。嗯 ，OK， 因为我们两天也是长时间啊，有的长久长一点，有的比较短，有的比较深，有的比较紧。Yes.